许多年以前，他们曾以惊人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。许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被静静地摆放在这里，却也变得身价百倍。谁是他们的制造者？他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？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？从这些已经弯曲开裂的木板里，我们可以去了解印刷术的童年。宗教的广泛传播在无意间促进了一项古老科技的诞生，雕版印刷。随后在中国的五代时期，又有冯道组织在国子监刻印儒家经典，这些印刷品的纸墨上乘，刻印精良，字体方正浑厚，它们究竟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？我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在浙江吧，找到的一块这个雕版啊。这个板呢，你看两面的，那两面的很好，它都是有板心是吧？象鼻鱼尾啊，或者界行一行一行的。这个受中国很早期的竹简的影响啊，它都要搞成这个界行，而且是竖排的，从右向左的啊。这样的板子在我们民间还有很多很多的。这些都是从中国民间收集到的古代雕版，全部出自于能工巧匠之手，每一块板就是一页书，他们以各种方式记录下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艺的秘密。雕一次版以后，它可以印成千上万张，所以这个板呢必须要雕刻得很精，印出来以后就几万份都是内容字体完全一样。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早期雕版印刷作品，它们与现代的印刷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，集中体现在这些印刷品的字迹上，它们完全是用刀在木板上被刻印出来的。因为中国的刻字这个技术啊，在中国有悠久历史，而且成为一种艺术。不但字，第一是从书法上这个字要写得好，同时刻的要清楚，要跟写的那个字迹啊要一样的，这个有长期间的这个经验积累。写字样是雕版印刷的第一道工序，一般请书法高手将书稿工整地抄写在纸上。字的大小及字体都是事先规定好的，纸上印有红色的花格，可以使每行字都写得整齐。将写好的字样反贴在木板上，就可以把写在纸样上的文字以繁体的形式转移到刻板上，如同直接写在上面一样，但一定要等晾干之后才可以进行刻字。写样用的纸在宋代以前用的多是麻纸，到了宋元以后就多用纤维细长坚韧的皮纸，皮纸更容易获得清晰的字样，便于雕刻。刻雕版一般都要由技术熟练有经验的刻字工来完成，木板多选用质地坚韧的梨木。雕刻木板其实并不像我们看上去的那样容易。刻雕版的这个工人和他使用的工具，实际上同刻图章那个用的工具和技术基本上是一个原理啊。只不过那雕版它有特点，因为版面比较大，它有些没有字的地方需要把那个字剔除，把那多余的木头剔除，所以还有一些附加的一些工具，就用凿子和用挖刀啊，把那个需要没有字的地方那个木头把它除去。刻字工们所使用的刻刀都是由钢制成的，使用这些大小不同的刻刀让版面上的文字突出出来。
刻字时，刻刀要与文字有一定的夹角，使刻出来的字在版面上呈梯形的凸起，上窄下宽，这样字就不容易破断。根据字体大小的不同，字的高度也不一样，一般字要突出版面1到2毫米。仔细观察这些雕版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雕版印刷的初期所使用的字体风格各异，不尽相同，但是到后来却逐渐变化成统一的字体，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宋体字。这个宋体字呢，它是保留了汉字楷书的基本的文字结构形式，但是又有一些变化，比较适合于刻，就跟那个手书体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宋版书我们看起来，一个就是它刻起来非常容易，又很容易读，同时又有一定的美感。后来就把这种字啊，去作为印刷字。雕版刻字大功告成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进行正式的印刷了。相比之下，固版比较容易，印刷之前首先要将版固定在准确的位置上，这样即使印上几千张，字迹也不会偏离纸张的中心，为以后的书籍装订做好准备。墨也要涂得均匀，再用干净的刷子轻擦纸背，使整张纸贴紧版面，这样墨迹就可以均匀地印在纸上了。熟练的工人每天可以刷印上千张，这同手抄复制相比，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。雕版印刷技术不仅仅用于复制宗教经书，同时它在古代科举制度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到了五代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这个雕版儒家经典了，儒家经典了。到了宋代呢，就是经史籍整个都上版了，就是我国的这个图书无论在量上还在质上都有一个飞跃。这是宋代印刷商标用的铜印版，用今天的习惯来看，也属于一件完整的广告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，出现在北宋时期的四川。到了南宋时，纸币印刷的数量更大，从这些纸币、商标、广告的印刷，我们可以看到宋代雕版印刷应用的领域在不断扩大。繁荣的印刷业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刻印的能工巧匠，他们印刷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书。如此精美的宋版印书被今天的文人墨客视为珍宝，高价收藏。能够目睹宋代雕版印书的风貌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享受。